风暴的确定路径可能不能确定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你现在可以采取做好准备的步骤，制定计划，概述你和你家人的联络方式跟撤离的路线，到你的手机把紧急警报下载下来，所以你可以听到当地局的警示和更新的消息，与你的家人、朋友、邻居讨论准备的步骤，上网 ready.gov 听取更好如何保护自己跟他人的指示。